前学森珍贵的家庭照，第二张与蒋英的结婚照，最后一张格外温馨钱学森和家人的合影。照片的人物左体依次为钱学森、钱军夫、张兰娟等家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与母亲张兰娟的婚姻属于包办婚姻，但是两人生活过得十分幸福美满。1947年，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，两人的结合堪称艺术和科学完全联姻的爱情故事。蒋英是著名理论家蒋百里和蒋果梅夫妇的三女儿，金庸先生的表姐，浪漫诗人徐志摩的表妹，也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，拥有甜美的容颜，气质典雅。钱学森见了也是惊为天人。1955年10月12日，钱学森从美国归国抵达上海后的留影，照片的人物分别为钱学森右三、夫人蒋英后排左一和家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钱学森一生挚爱蒋英，两人相濡以沫，走过了62年的人生历程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